就是一个欲望，这个习惯呢它是培养的，但是好习惯可以培养，坏的习惯很难戒掉。它不是，它就好像刚才讲，这是个也是也是 desire， 也是欲望。这个欲望就是说，对你身体不好的话，对旁人也不好，尤其他们这个二十亿是巨麻烦，二十个亿啊。那个二手烟对吧？这个坏习惯是不是跟业障也有一点关系？就是不是？他们常常说自己有那个习气带 carry over， 他也不是，他也不是帮你，就智慧不够啊，智慧不够，是要学笨啊，才笨呐、啊，能笨那两个都笨呐、啊。假如说你看，假如说你看得清楚，不被他欺骗的话，不被他欺骗，你就没有欲望。因为你这个欲望不再是抽烟，这个因为这个世界上叫欲界，欲界就是说一种睡眠，一种饮食，一种男女，都是欲望。把这个三个打破的话，就升天，不是就是去三界了啊。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，这个痛苦就是欲望，因为有欲望就会有痛苦。有欲望那些云有。不能满足你的欲望，不能满足欲望，你去追求，追求不到的时候就痛苦，得到以后就死掉了。嗯，就成瘾病，成瘾病，你看够还得了？好了，现在痛苦了，痛苦了，那些他就讲这道理出来了，啊，可是就讲不清楚了。那现在你能够做到不被这个欲望所欺骗的话，不被所俘虏的话，你是有智慧的。那怎么有智慧呢？那这个就培养了。都了解啊，都了解啊，都比较啊。你这又走走学福报啊？不学福报。为什么这个不跟你是你的话？吴老来了啊！吴老。